在本视频中，您将学会接球的技巧。接球手势可以分为三种：食指向上接球、食指向下接球、双手侧向接球。如果球的高度超过您的胸口，请您食指向上张开接球，双手交叠，惯用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搭在另一只手指的前面，这样能够增大接触球的面积。当球下降到您眼睛的高度时，伸手接球，动作要轻柔，防止球反弹出去。如果球的高度在您胸口下方，食指向下来接球，双手小指并拢，手掌紧贴在一起，大拇指向外张开，双肘同时尽量靠拢。当球接近时，您的双手也要尽量靠近身体。接球时手部动作要轻柔，当对方扔了高球，您需要快速地跑到球下方，同时视线紧盯住球，一直到球落入您的手中。如果球飞向您身体的一侧，您可以双手侧向接球。请记住，此时您要微屈膝盖，做好随时移动的准备，双手伸向球的方向，让球落在您的掌心，然后双手迅速合拢，牢牢抓住球。请多次练习，争取接到一个球。祝您练习愉快。